菜的、哦、送餐厅的。你看酱油一大罐，你看。他们没有陆路呀，他走水路上来，都从哪边这样一直滑到这边来。对啊。民生物资啊，你看，快点照一下，你看看人家民生物资走水路的嘞。千岛湖是不是就是在浙江什么地方？是啊，浙江千有一个千岛湖的对吗？对，在旁边而已啊。昨天他也有提到。嗯，昨天下交流道有一边往天岛湖一边往这边，这叫同什么？这叫同什么？现在这叫同什么？乌镇。不是啊，什么县？同里。啊，同。不是不是。同乡是不是？好像同什么？现在不叫天岛湖了。同县。同县啊。嗯。同县的千岛湖。没有啦，也是千岛湖啦。我说这里叫同县，同县。